长盛的耕耘，而且他们在媒体圈还是师徒关系。长发利落套装，露出犀利专注的眼神，走进摄影棚准备开播。她是前圆明台女主播 Glass。你好，巴基巴伊萨利加马布隆，是 Glass 刚刚的马古。Hi, how are you? My name is Glass。以母语和不同语言向大家问好。民进党新科立委 Glass 换下主播套装，蓄势待发，进军立法院。可以再透过这些经验哦，来引领出符合世界潮流、国际的原住民族的源泉，对台湾的原住民族有帮助的法案。曾跑遍超过15个国家，采访各地原住民族运动，长期站在第一线。Glass 和选民几乎没有距离，但这次大选从媒体人成功转战政坛的美女，还有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原住民新闻杂志》，我是稿鹿。时代力量立委稿鹿之前也是新闻主播，巧的是，两人不止在原住民议题上都有非常深的耕耘，还曾是师徒关系。因为在原住民的议题上，我们这些就是从事原住民媒体的新闻工作者，也是在这过去的过程中，也培养很多的原住民的议题。两位新科立委不止外形很亮眼，过去在荧光幕上专业表现也备受肯定，立院新双交，未来走上质询台问政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，相当令人期待。三立新闻刘正峰、张志豪，台北报道。